长陵府的王位兵权都是武敬爷和先帝所赐，如果陛下觉得有所不安，我们父子甘愿退让。朕知道自己年纪尚轻，所学有限，将来也许有更多的地方不如您的期许，可是朕觉得如果将来事事都如怀化将军这般处置，那朕心中难免会有惶恐。陛下惶恐自然是臣下之罪，这把龙椅坐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，你必须要坐得稳，镇得住。父王，皇伯父，王爷，王爷。身为长林主帅，宁关之战并非怀化将军一人所为，从事情的筹措本王已然全程了解，事实和结果都摆在那里，无需平静再多辩白。本王还是那句话，我长林王府无人恋战权威。长林王府的事需要我插手吗？萧庭生并非寻常之人，生于忧患，师从高手，自幼聪慧，喜好读书，在朝堂上该如何收揽权柄，如何把控朝臣，你以为以他的能力是学不会还是做不到啊？志不在此，非不能也。多谢老阁主。老王爷养病的这些日子，京城已经人心大乱，太后频频召见外臣，内阁更是推波助澜，那些固执迂腐的人就不用提了，即便是真心想要替平京辩解一二的，面对着抗旨逆君的罪名，没有老王爷出头，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。老王爷，现在这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总应该有所行动吧。飞长，你想让我如何做呢？恕飞长冒昧，飞长觉得至少应该太后在朝堂上召集了一批朝臣，本王再召集一批，从此形成两个阵营相互争斗吗？一旦我这么做了，等于是把一部分朝臣卷到了长林旗下，你知道在朝为官，政见不同，想法不同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眼前有两个不同的阵营，你不得不从中选一个。武敬爷在世的时候最恨的就是党争，一旦被卷入其中，无论你是贪图富贵还是胸怀理想，最终
都会被两个字束缚住，那就是立场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就要去见先辈和我父皇了，难道在我临死之前还因为自己的儿子一手拉起一个长林党吗？老王爷，可眼下这样的局面并不是老王爷所为，替平津争取他人的支持又不是真的想要做什么呀。来，飞臣，坐。这两个阵营一旦对峙，怎么可能不裹挟他人？不管你深陷其中的初衷是什么，两方对立走到最后，这立场必会大于是非。在这个世上，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心无杂念，始终不随波逐流呢？